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今天呢，来玩这一款手机的游戏哦，就叫做《野生之地》。好，这一款游戏呢，这个老头之前就关注了一阵子哦，然后一直不断的在等待。今天呢，终于看到它哦，终于上市了。那这款游戏呢，是结合了一些像是恐龙元素哦，然后还有一些生存建造的这方面的一些元素在内。那游戏画面好像，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创新的哦，就好像里面还包含了一些就是跟恐龙打架的这个战斗画面哦，然后以及还有驯服的成分在哦。那当然啦、啊，我知道各位呢对于驯服恐龙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有兴趣的哦，不然就不会看我的方舟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稍微试玩一下这一款游戏，如果老头觉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会来拍一个连载吧，或许啦。哦，最近老头开的坑还蛮多的哦，那这在看状况，反正我们今天就是以试玩的心态来看这款游戏，好不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Let's go！ 哦，公元2019，地球。哦，然后可以选择角色，这能选的角色也太多了吧？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有观众跟我讲说，老头，如果你有在玩的话，你一定要选，刚开始一定要先选哪一只角色，不然的话你会很难玩。哦，我已经有点忘记了。祖父，比起职涯初期对料理热情稍退许多，但手艺还在。再可以外形呢？防御，因为长久失业养成了总是小心观察对方、衡量距离的习惯。军人，哦，近距离战斗，靠着实战经验获得了对战的反射知觉，以及不睡不着的夜晚。哦，有啦，这边是算是啦，说幸好有被派到现场协调业务经验，才具备建设的条件。可是这个会不会就是说，这只是这一个角色的强项，后续的生存还是会有？就是说，我很擅长制作衣服，但是呢，我这个制作衣服的能力比一般其他的角色出身还要突出，然后互相互补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保有一些基础的生存能力这样子。料理，哦，制作武器工具者，这个一开始游戏职业出太多会不会有点复杂？还有务农好啦，反正就是一个试玩啦，之后角色怎么看随便啦，好不好？我们就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了，我们就直接以这个角色进行吧，试玩看看，脱去想要脱去的地方。哦，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动用我的键盘了啊！等我一下啊，这个可能要开启。它自己 WSD 就可以动了。这个游戏居然有支援手机模拟那个模拟器啊！不管了，反正就冲过来试试看吧。好饿，餐厅在前面。我的项链掉到椅子底下了，可以帮我吗？当然没有问题。检查远处。好，挖到了项链了，把项链交给他。这是万幸啊，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哇，这个小萝莉挺可爱的。妈妈说有恩必报，这很有趣，要不要看一下？我不是要给你。哦，收集了恐龙图鉴，死给。野猪取消，猫咪继续。公安小。这什么东西？震动太大，想吐。有的人晕车。我们都接受审判，看不懂在讲什么。好想快点下去。哦，这边有酒吧。我想喝咖啡。哦，在餐车中喝饮料。然后呢，我想要吃汉堡包。耶、yeah。哎，你好，这本书很眼熟啊，向店员说明持有书的理由。哦，这个那个是他侄女哦，好久没去看爸爸了，所以才带他。书好看吗？这辈子也不可能看到恐龙啊，这你就错了，这款游戏就是有恐龙，好吗？如果有恐龙的话，真想看一下。哦，乌鸦嘴开始，感觉事情要。要发生啦、啊！
你这是你说的哦，你说你想看恐龙哦。啊，有不明原因剧烈晃动，正在调查原因。啊，请各位坐在位置上面。啊，带他的子女回来。好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措手不及啊！这是小樱蛙哥，为什么大家都变成草包了？要发大财吗？怎么突然喂喂喂鸡鸡鸡？嗯 ，Hello， 恐龙玩具，确认一下位置。哇塞，都怎么突然变这样子啊？到下个车厢确认一下，不是啊，重点是为什么出现光芒，人们消失？哇！哇！Oh my god！ 大爆死！拿起防身物品，消防服，捡，抓住，嘿。握住消防斧，我怎么攻击？这边没有教我怎么攻击。哎，继续往前走，一只迅猛龙，我就知道，再射出一发。什么叫再射出一发？哇，这迅猛龙帅耶！点击战斗，攻击。哦，预约是怎样？自动战斗。在攻击动作之前，恐龙会像现在要在地板发出黄光警告。这时候防御动作闪避，必须预测攻击进行点击。哦哟，防御恐龙的攻击后，可以利用空档使用攻击动作，就这个空档，打，砍下去，哇，致命一击。啊，在攻击！为什么他走来走去啊？可以不要一直走来走去吗？砍两下要死了。哦，没死啊！哇！我靠，这霸王龙雷克斯！哦哦哦！哇，这霸王龙眼睛是红色的。啊，这只迅猛龙要被吃掉了。啊！别！我要被吃啦！啊，好吃！今晚加菜，然后我晕过去了。啊，这怎样？为什么头像要用那么肥宅脸呢？你是在影视啊？你这是在暗示着什么？哎，我觉得这个大胡子有点像那个麦卡利帅。好，随便。就这样子，喜气喜气般的存在。好，已经决定好了。就叫肥宅快乐水，确定要以肥宅快乐水创立角色吗？没有错，太棒了！哦，哦，帅哦！什么？一个妹子？哇，我。哇，皮亚做得好，然后那只狗叫皮亚啊。啊，要不要顺便人对口对口人工呼吸啊？啊，接受紧急治疗之后站起来了，健康变零会死亡。啊，欢迎你来到了杜兰哥。原来居住的地方，我已经回不去了，时空扭曲。哦，原来是因为时空扭曲的关系，所以说那边他们这边的时空跑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把我们给带走这样子。能量用于各种活动，吃东西恢复。好哦，背包，这是什么？生存粮食，吃。哦，有提升的。然后呢？ Okay, let's cover the basics. 这里是安哥拉岛。不适合像你这样的遇难者居住。东北边海岸有木筏。哦，我是 K。哦，
肥仔快乐水遇到了妹子 K， 大显神威，水。哎、欸，那这狗在发光、欸，哎，是什么意思？请在北边海岸跟着狗狗。Hey, can you hear me? Good. All right. 嘿，好可爱的狗、哦，狗会沿着目的地移动，跟着狗走就对了。其他东西就暂时先别管了。来的路上，请先准备食物，因为这里没有那个美食区之类的。火车周围有椰枣果实，这个，哇，一样东西可以做三种不同的动作。嗯哼，哇，这边有恐龙哎，旁边就有一只啊，这会不会攻击啊？先走再说。附近有河水。好，我们去找淡水。Come on， 这里。哎、欸，我会被冲走哎、欸，哇塞！哎、欸，我这个人物会被水流拖着走哎、欸。那这是什么？洗身体，获得沐浴状态效果。沐浴状态效果怎样？洗澡后变干净，能够受炎热和疲劳。哦，这个还有这样子啊！啊，既吃之后体温下降，在炎热处还能忍受疲劳，还蛮生存系的感觉啊，很有生存要素。哦，啊，我们的这个狗狗快点带我们到木筏的那个地点。这是雷龙吗？怎么感觉很小一只？哎、欸，这是万龙啊，小万龙，哇、哦，大只在这里啊！有没有看到？我、哦、有、哎，给你酸了哦！快跑啊！哇！看到了湖水的万龙了吗？这就是所谓的野生。大家在时空扭曲发生之后都很冷静，听说人们遭遇灾难都会变成那样，无论是谁在这里都得亲手开拓荒野。好啦，我知道了，我们肥仔快乐水终究啊、哦、还是个肥仔，不管到哪里都一样。我们现在开始，他教我怎么做东西是不是？哦，按右下角放大镜，它会跳出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获取。其实我觉得不错哎，最起码知道什么可碰，什么不能碰嘛，对不对？我还升级了，哦，升级获得了两个蓝图，整体武器十刃，完成品最高级别19，做一个。哦，这边还需要自己添加材料才能制作。点击刺藤挥砍，砍。不过我觉得目前为止这个缺点，我就觉得他的人物做太小了，我这么觉得吧。不过我觉得就再看，再观望，这可以剪。我需要一点树枝，我又捡到升级了。哦，经验值加好快啊！哦，我可以预设，就是狂点这样子预设。我要做多少个有多少，这样这边是无限的，是不是？我会在这边练等级啊！哈哈哈哈。好酷哦！啊，你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是不是？啊，我这边我刚刚收集超多东西的、欸。啊，这边什么书铁？这个我没有相关的武器之类是没办法弄的吧？不管它了。疲劳度增加，请移至北边的篝火休息。我是要断线了，是不是？疲劳值，哎、欸，我要断线了，我才玩到一半我就断线了。好啦，刚刚整个网路伺服器断线哦、喔，这新游戏大量的玩家涌入，
然后刚刚突然维修了一阵子，结果现在登进来还要排队五分钟。哇，这个游戏怎么会造成这么大量的人潮涌入呢？非常的恐怖。我想应该是因为知道我正在录影的关系哦，没有啦，哦，不要理我。疲劳度，利用休息降低这个累积的速度，取决于你周遭环境的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疲劳领了。好，那我要怎么做？靠近篝火，点击按休息。哇，一个妹子哎、欸！哇，这个笑脸笑的是哇，非常的阳光。啊，查理，查理，查理，哎，然后我要休息了。我新来的，打起精神。你们看这个笑脸，我的天哪、啊！怎么笑得起有点诡异啊？我是乐观主义者查理，我们聊一下吧。啊，身体疲惫，在篝火休息可以恢复疲劳。哦，我们这个休息室直接侧躺这样子。大家都被时空扭曲吓得赶紧跑走了，但是我还是想走，想走的长久就要休息。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保持你的 smile 哦。哦，啊，我还要这样子笑一下。毒鱼，你会长命百岁的。我从你的眼睛看到跟我相似的乐观性格。哦 ，K 在其他 K 跟其他的遇难者在东北边。好的，这什么表情啊？吃东西心情会好。哎，我们需要休息吗？不需要吧，我们现在非常的有精神哎、欸。真的很抱歉，我必须吃了你。我真的不想这样。哇，这谁？请问有看到我的儿子吗？哇，大家各奔西东。快到了。嘿，可爱的皮亚不再带路了。哦，拿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必须逃离安哥拉。我靠，这伐木也太大了吧？哎、欸，我没有想过伐木会这么大、欸。哎，木筏啦，讲错了。哦，跟 K 对话，对话。你喜欢新世界吗？即使遭到时空扭曲的打击，开拓者也会卷土重来的。完成木筏后，我们就会离开这座岛了。点击加入材料。哦，我们原来这就是制作的方式哦。需要原木跟芦苇茎，芦苇茎啊，在湖边。那、他怎么知道的、啊？哦，这边啊，帷幕跟金，帷幕跟金。哦，这边有人在睡觉，捡一下贝类，贝类有什么？捡他的肉，捡他的贝壳。哦，屠宰可以提升屠宰等级，应该是这个吧？羽毛，要砍树必须要有斧头。先取得刃才行。你刚才制作了十刃，现在再制作一个来当做斧刃。我来看看，制作武器十刃，再做一块，制作。还需要当做斧头的把手的棍子。附近取得树枝，这边还有毒树嘞。取得神，哪里可以取得神呢、啊？哦，这个啦，哇，那边有一只恐龙。取得金，想使用某个东西，就要解那个东西的属性。什么道具拥有棍子属性？树枝啊，不然你有耳机啊、喔，白痴吗？哎、欸，还给你一个考古题。道具的属性可以放在背，哎、欸，来不及看啊。紧急制作了单手斧吧。好啦好啦，做一下做一下，就是这个，直接做了。制作有了，我们有斧头了。可以取原木了，敲起来，原木。再一个，啊，多敲了一个，我们可以大树叶，啊，可以椰子，
尽情获取。好了，够了。哦，我们快要没有体力了，是不是？哎、欸，好像没有。我以为我快没体力了。OK， 我们材料收集完毕了。接下来呢，直接把它放进去，加入材料，自动填满。Yeah！ 我们终于造完船了。哎，我们到了 T10 应该是这游戏里面的钱。时空扭曲宝石应该是拿来抽东西用的。啊，安全小屋岛执行 K 的委托。我们现在是到了嘛？抵达安全小屋。安全小屋在这里。我确认过没有遗漏的人，好好的完成救援。你知道我常强调的事情吧？哎。个人岛，听一下。个人岛是生活最舒适的岛屿，因为时空扭曲能量很稳定，可以在个人岛上宣誓私有地。你可以先来一地吗？没有装备武器的话，就要空手搏斗。所以说呢，啊，有斧头，我可以把衣服脱掉吗？直接裸体好不好？快乐裸体肥仔啊，不能裸体啊，难过。而且这边显示有变更角色，哎，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切换，然后后面还需要用购买的方式。好哦，哎，不要删除角色，别这样子。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啊！代办工作是什么？任务成就。哦，我懂这意思啊。有大量的任务让你消耗啊。角色部分，我要把装备穿回去了。最起码这样比较像人。通讯所这边就是让你接任务的、啊，接受打猎任务。来，我们来接受一下。这边写什么？狩猎美和龙。好，开始任务，不管了，试试看。移动到该目标，来来来，走这里，走这里。让我来看看你想带我去哪儿？这个吧，这边有两只。哦，看到了，全新物种美和龙。战斗，攻击。哦，这就是战斗模式。它的战斗模式我现在还不是能够完全的掌握，欸，就是说我们要看他们的这个恐龙的动作来做这个我们这边动作的选择，就是有点类似像猜拳吧。他出剪刀我就出石头，他出布我就出剪刀，这样的概念。攻击，他发光的话我们就可以闪避。我记得这哦，恐龙发光了，哦，成功的闪避了。哦，移动到任务目标，我们已经杀完了嘛？这是什么？喝水水啊！我们顺便洗澡好了，感觉全身脏兮兮的啊！有没有洗个澡，让自己干干净净的？然后拿贝壳来装水水，赞！挂喽。还有路要走，就是了这边重击坑，要击败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做得很好，即使不打力也可以在杜兰哥生存，但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你就当做是以防万一吧。要不要返回营地？点一下回营地，呵呵，集体传送术。这个重击坑应该是所谓的据点。就是可以以后让你传送过去吧。技能，学习撞身技能，撞身技能，角色还有技能。哦，你看，我们近距战直接20等。哦，最大20等。就是说，你这个角色就跟我之前刚刚所讲，刚开始玩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每个角色的话呢，就是变成是说你要先让哪一个能力先比较突出一点，但是你的基本能力还是会有。就像我现在选近距离的战斗嘛，对不对？那我的初始近距离战斗就是20，其他都是1，好，其他都是要靠不断的去浓出这个等级。如果我今天选防御的角色，那他防御就一定初始是20，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好，我们现在选择技能，攻击向的，空手动作，撞身攻击可以使对方晕眩。好的，空手连击。好，学起来了。好了。然后呢？我现在 SP 还蛮多的，50几个，我觉得这个又要开始想办法去弄，你知道吗？挥砍姿势也可以点。好啦，这个之后再说啦，这个之后再说，因为我现在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们再去接受打，再去接打猎任务哦，再去看一下，先接一下好了，接收。这时候要打胆小鬼迅猛龙，在睡觉的迅猛龙，我还不给你敲爆，敲啊！啊，没有闪过，撞击，哎呦，有撞晕吗？哦，哇，其他技能都在 CD， 那、他晕眩了，意识不清，打下去快点，睡，然后呢，旁边的小伙伴在睡觉。感觉就是完全不关他的事这样子啊！我的伙伴被打了这样子，再打一次好了，撞，把你撞晕。哦，发光了，翻滚，闪过了吗？总觉得我慢半拍啊！啊，倒下了！这个倒下的状态之下应该是可以巡抚哦。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就是平死的状态，有没有？可以做一个巡抚的动作。好的，这是多余的。哦，放入营地仓库啊，放入营地仓库，自动补满，放进去，解完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到北边私有地，哦，有东西要给我看是吧？我们走。哦，下面还有一台拳击机是怎样？这么酷！寻找北边海岸的热气球。哇，这是怎样？是我家吗？热气球。为什么这些所有的角色这个脸都长一个样啊？同一个妈生的吗？我花掉很多 T 石，要是公司知道就糟了。热气球。既然你已经有材料，来谈料理吧。关于要怎么煮熟的东西来吃啊，当然是在篝火上料理啊。废话啊，接受料理任务，要去通讯所了。我老嘞，传回去，我懒得用走了。那这个游戏目前为止，我觉得还算行啊。对啦，我觉得应该再玩更深入一点了。不过我们觉得我时间有限了，我觉得今天先差不多先到这里好不好？反正就是一个试玩，大致上大概就这个样子，好不好？那下一集的话呢，我可能会尝试就是把这个新手教学任务解决掉，然后来盖一下房子，来看一下整体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好不好？希望你们会喜欢哦，这个一个末日生存恐龙的题材哦。那其实在这个游戏出世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游戏题材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精致的，好像也不多的样子吧？啊，这个就你们自由心证了吧？啊，那老头呢？应该没有意外吧？会继续玩吧？好不好？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我片的，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坏笑爆裂。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野生之地》试玩再见面了，拜拜。